华，晚上好哦。哼哼，九蛋，晚上好。BB，哎呦，Hello，Lucky，大家晚上好啊。站起来了，对啊，站起来。我找不到适合的那个高度的椅子。对，BB，BB 在这里，他被包尿布了，哈哈。Hello，孝贤。Hello，啊对呀，来站这里好不好？你今天跟我一起，在这里，耶！BB 今天好乖，有点异常，对。哎，九蛋，什么？好可怜吗？谁叫他乱尿尿？嘿嘿，今天比较乖，对啊，今天比较乖。Hello。跟大家说嗨，你为什么要一脸无奈？Hello，天佑哥哥。Hello，Sparky，晚安。哎呦喂！夜雨苍生，晚上好哦。空邦哇。嗨，西兰，嘿嘿，谢谢爱绿呀。对，的什么暴击玫瑰吗？谢谢九蛋的枫叶，谢谢 Lucky 的暴击玫瑰，圆圆的大眼睛，柔君晚上好哦，大家晚安呐、你是不是想下去玩？你跟大家说，汪汪汪汪汪汪汪，汪汪汪汪汪。谢谢 Sparky 的枫叶，棒棒的儿，哼哼。BB 超好摸的，我很喜欢摸它的毛诶。BB 异常，对啊，BB 异常。谢谢付伟的枫叶，谢谢天佑哥哥的花花，谢谢一辉 Kiki 的，哦不，一辉。I K K I，的贵族玫瑰。啊，好啦，你先下去了。OK，拜。棒棒的，谢谢 Jack 的暴击玫瑰。谢谢 Sparky 的番茄。Hello，大家晚上好啊。晚上好。今天偷工版卫衣，喂，Hello，到底哪里来的雨衣 ？Hello，晚上好哦，夏荣冰，晚上好，喜欢看动漫吗？我不太看动漫呢。谢谢 Jack 的暴击玫瑰，好多个玫瑰，呜、哦！哔哔哔，今天是马尾，对啊，今天绑马尾了。哔哔，来，你不要叫好不好？有点吵，不然你不要叫。浪花没了，只能等林心睡了。张 BB，对，张 BB，嗨，张 BB。直播人数7人，对啊，今天超多的。镜像要关了，好，谢谢你的提醒。我又忘记了，等一下哦，他现在要跟我说开启镜像，那。这样子不对吧？是这样子吧？对吧？是这样吧？这样是正的吗？很难讲，浪花的花花，正了。OK，BB 你不要叫啦。同时，
断好都。耶，谢谢 Jack。啊，嘿嘿嘿。再见，晚安。哼哼。棒棒的，Hello。哎，九蛋，你想做什么？Baby 呀、啊，这什么罐头信息、啊？哎，九蛋，回来哦，不是首播时穿的吗？不是，首播时候，不是吧？嗯，是吗？我忘记了，不是吧？耶，九蛋你不可以乱跑哦，管胡你要去哪里？对比今天怪怪的，嘿 谢谢，新朋友们要去追踪我的 IG 哦，超多人看，大超多人看，嘿嘿，啊，帮你戴口罩喽。哼哼，先不要动，什么意思？你要截图吗？什么意思？今天又是章鱼，今天才不是章鱼嘞。昨天晚上有梦到看我直播，真的吗？看到六人了，超多人哦！谢谢 Jack 的星之挂，Hello 草莓酱。什么声音啊？OK，棒棒的，Hi BB，你要上来吗？哎呦，今天是章鱼烧，今天才不是章鱼烧嘞，谁是章鱼烧呢？Hi BB，嗯，谢谢草莓酱的暴击玫瑰，送小迪，他刚好低头，哦，真的吗？哎呦，我刚刚怎么那么黑啊？都是 BB 害的，很多人开。哎，大健，你要去哪里？茫茫狗被我吃掉了吗？才没有嘞！你不要偷喝我的饮料，超乖的 BB，对不对？BB 今天超乖的，你站好哦，自己站好。圆圆的也是章鱼烧，哈哈哈。好吧，好吧，章鱼烧起飞，起飞，你看，Baby 绑双马尾，可爱吧，可爱吧，嘿嘿，大家啊，害羞哦，宏伟晚安安，嘿嘿，哦，这什么表情？什么事？卡卡林吗？卡了吗？不会吧！天哪，买好回台北的车票吗？我已经到台北了。我今天出门，然后开了1个小时，还在花莲。可爱的狗狗，耶！没有卡，好，棒棒的，好哦。今天去威风南山玩了吗？我不太常去逛百货公司。小戴，谢谢草莓酱的暴击玫瑰。BB 要回花莲吗？没有，他跟我一起来台北了，开心。BB 你站好，你站好，乖。Hello，博云吗？你站好啦，你不要动，不要动，不可以动，给你玩这个，来，玩这个。哦，不可以咬。对啊，我把 BB 带来台北了。Hello 控肉，
别让他吓到仓鼠。好的，baby，你要去哪里啦？不要去。雨林是起啊，西兰，哇哦，嗨，我们的副总统在这里。哦，谢谢孝贤的观光巴士，耶！哎，好了好了，你要下去哦，你要去哪里？小心哦，嘿嘿。谢谢博云的阳光，BB 最高时速，十，我不知道哎，他其实蛮会跑的耶，虽然他腿很短，但是他跑得蛮快的。林杰，嗨，阿杰，Hello，我的阿杰呢？嗨，我的姐姐来了。谢谢温野的阳光，嘿嘿，林杰，你在吗？Hello，可以跟他的机车，跟你的机车一样快吗？谢谢阿瑶的枫叶。啊，我要来自我介绍了哦。大家好，我是 AKB48 Team TP 的张雨林。结束，是吗？要去追踪我的 IG 哦，是不是看不到？哎呦，咕噜晚安安，要去追踪我的 IG 哦，已经追踪了，耶，开心。好，你回去吧。哎呦，要去跟别人打招呼，好吧？那你待会会回来吗，Blue？今天站着直播，对啊，我找不到那个高，那个就是适合的高度的椅子。已经追踪了，要再 再一次追踪，他会退掉吗？那还是不要乱按好了。昨天那篇，哦，昨天那篇昨天我才发现我不小心把它删掉了。不会啦，不会，不会删，脚不会酸哦。Hello，快要开学了哎，好伤心哦，想继续放假。你们想继续放假吗？要要，没有桌子可以直播，有啊，但是因为这里收讯比较好，不然就会像上次超级无敌卡。好吧，Jack，待会见，不想上班，对啊，不想上班，真好。大学寒假很长哦。年假过超快，对呀、啊，哦不，今天一开工，天呐，辛苦了，伤心，回营区吗？一二三什么？那是一首歌吗？这时间怎么那么多人看？我也不知道，好紧张哦。你们不会都跑掉吧？还好，我要看的有错开 在体育馆工作，哇，好辛苦哦！不会跑的，耶、爱你们呢！平衡姐姐看，哦哟，阿华，你要两边跑啊！你有几只手机呢，阿华？跑掉跑到哪里去？没有没有没有，你就待在这里就好了。哇，谢谢广福的新之冠，耶，棒棒的。
一直看8岁会被警察抓的。哎，为什么？不会不会，我保护你。讯息，好，Mina 太好了。哎，柔君，那你要记得回来哦。总统不是都9点？我不是都8点吗？什么时候变9点了？哎，大家吃晚餐了吗？开到哦，对不起阿华，我错，我误会了。日本9点，对，是的，没错，正在吃，好哦。吃饱了吗？我还没有吃，对，我还没有吃。嘿嘿，吃饱了，你们吃什么晚餐了呢？哎，BB 好乖哦，他一直坐在这里。嗨，嘿嘿，我在喝巧克力牛奶。直播吃花莲马吉吗？妈妈没有在煮饭呢，她出去买东西了。超爽，吃萝卜糕吗？翔。阿翔，嘿嘿，给你们看一个东西，他们看起来很好吃，有没有？不觉得看起来超好吃的吗？可是它好臭，在垦丁露营，你怎么没有带我去？又叫了礼包。看起来超好吃的，BB，卡痰，逛夜市中吗？哇，已经回台北了，我也回台北了哟。看起来是假的，对啊，它是假的。他们都有一种味道，就是很。好像是真的的味道。雨林是一直站着吗？对呀，好哦，谢谢天佑哥哥。回台北现在是不是会塞车？对，会塞车。我刚出门就开始塞车了。那个牛角好逼，对啊，超像的。他们超舒压的哦。我都会把它捏成这样子，好的，超可爱的。饿的时候看到它会想要吃，真的面包出来吗？应该蛮可爱的，抱回去。嗨，你怎么一直坐在这里呀、啊？好乖哦，嘿嘿。高铁自由坐，哦，好久没有坐高铁了。新朋友们要追踪我哦，还有追踪我的 IG。哎呦喂，Baby 怕生不敢乱动吗？不是，他有来过哎，开车回西部。超塞的，今天怎么回台北？我今天是开车，不是我开车，是妈咪开车。你要下去了吗？还是你是因为下不去啊？我也不知道，那你就待在这吧，很可爱。谢谢阿翔的 kiss 猪猪。Hello，新英，总统专车，可是我是没有那个。没有那种警察帮我开道的那种总统，
站着是要跳舞吗？没有哎、欸，Mina 阿 K 的留言量好可怕，真的吗？好可怕！谢谢娃娃兵第1123号的 Kiss 啾啾，这个椅子太矮了，会被讲。Hello， 不是搭什么？不是搭空军一号，还没有那么厉害，是鱼姐姐的就好很多哦。Jack， 你去每个地方都打招呼了、哦。谢谢阿翔的暴击玫瑰。留言这样刚好，对啊，我很害怕你们每次留言，然后他就一直跳，一直跳，一直跳，我都看不到。谢谢 Lucky 的番茄，西红柿，驾驶兵没有航空执照，没关系，没关系。打 BB 一号吗？我骑山猪好了。那个、啊，我阿姨他们的那个田那边，不是。是鸡舍那边抓到一只小山猪，超可爱的，真的是小山猪哎、欸，但是它好像要被吃掉了。Mina 阿 Ken 没看到我的留言哦，因为太多了。加菜，QQ， 山猪不能骑进台北。会被那个管制，好不好吃？我还没有吃到，他好像是昨天跑进去那个陷阱里面。你们还记得那个吗？前阵子有那个很多新闻都在说我们校园的糗事，我想知道你们有没有什么校园的糗事哎、欸。有吗？有吗？烤山猪肉好吃，好可怕！不要吃我就好了。报告，九蛋尤其是皮，会脆脆的那样子吗？校园好久的回忆了，会吗？我每次就是还不止一次讲报告，然后就都讲超大声的，很害羞欸。然后那个进去要喊报告，出来要喊报告完毕，不是吗？然后我都会就是简称，就是那个。报告完毕，我都喊暴毙。先分享校园糗事，校园还有什么糗事呢？我只知道就是老师会念错我跟我同学的名字。我小学有一个同学叫，就是跟我名字只差一个字而已，然后就会不小心念错，然后就。我们两个同时回头，因为有些远远的其实听不太懂，然后就哈什么，超蠢的，对啊，暴毙，听起来有点怪怪的。记得躲教官的往事吗？有人串流。啊！这是什么意思？也是要喊报告哦。哎，李正，你在叫什么啦？天哪，好可怕！一直叫，一直叫。
找 Jack。 谁？是谁？六抬头时看，很厉害耶。新阳光福袋，我们来开开看。噔噔噔噔，哦哦，二四五五，棒棒的。受伤，到手上，哇，西兰，天哪，谁那么低低？是谁呀？好厉害耶！一次开六台，很厉害耶，会很可怕吧？就是哇哇哇哇哇的那种感觉，就跟我们上次去那个安安大明星的时候一样。只好绕跑，好吧，大店你要记得回来就好了，好吗？谢谢小羊的阳光。こんばんは。哦，他在乱摇东西，真的假的？ BB， 张 BB， 一次看30多，哇哦！你在做什么 ，BB？ 应该没有乱摇东西吧 ？TP 跟其他前辈，哦，可是很可惜，那时候我都不能开直播。没办法。Hello， 小鱼仔，10点再回来。Hello， 大剑，不可以哦。看同学的漫画被没收吗？我同学他们会就是偷玩手机，我都很替他们紧张。开学会常这样吧。嗯，谢谢小鱼仔的暴击玫瑰。30多人，电脑要很好，网络要够力。对啊，天哪！上学没有智慧型手机，那个以前那种按键式的啊，会有那种什么贪食蛇啊，还有以前还有那个赛车的那种。赛车的那种游戏还蛮好玩的耶。打电话